躺平了，我的人生可以躺平了吗？一直处于一个阿杜巴的状态，戳到笑点。Only在面对 bad habits, bad habits, 对与错我统统给过，身心灵都需要按摩。完美它可丑，人有缺点没有错。几点？现在几点？我那边醒，一大早就要跑步。接下来都是坐着跟躺着爬。没有要站起来了。好，可以躺平了，我的人生可以躺平了吗？我可以，脚还会打拍子，被你发现我的脚在很chill了，后面的朋友比较辛苦。你好，很赞的，赞哦，你也是躺平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一直处于一个阿杜巴的状态，戳到笑点。终于在面对 bad habits, bad habits, 对与错我统统给过，身心灵都需要按摩，我要自己不逞强振作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养成这个 bad habits、就是呢，这个英文直译就叫做坏习惯嘛，做一个有弹性的人。我知道认真努力生活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偶尔要懂得让自己适时的放松，选择你所爱的工作，选择你想要做的放松的事情，好好的享受每一件事情。分类，做自己就应该自恋。